的是这个小鸡转转蛋卷器，把两颗蛋放进去，然后一直转转转，就会变这么蓬的。哇！我现在打开喽。Go go go！ 我鸡年来了。我现在拿去洗一洗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个碗跟两颗蛋，把蛋打在这里面。这个不能碰，碰的话它会打开，我们要等它打发之后再把蛋黄放下去。蛋白会自己流下去，我们把它，好，鸡鸡加油咯，转差不多3分钟，开始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加油，小鸡！打得越发，出来越好吃。5、6、7、5、8、5、9、60。我们来确认一下，它有没有打发？上面有一圈白白的沫，就表示。打发了，好，转10秒就转10下，累不累？把奶油倒下去，开最小的火。小火把它盖着，煎好了，哇塞，现在移到盆子上了，等不及要吃了，好烹。我们来加酱，画个爱心。好丑！这个口很难挤。我现在来试吃看看喽。哇！我这个吃货要来吃了。好绵哦，里面我们看到断面，嗯，哇，它断面好蓬，超好吃的，你们看，里面。超好吃！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帮一个赞。还没有点点的 TV 人，记得订阅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很喜欢收看。妞妞 TV 还有第二频道，叫做妞妞日常实况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要按下小铃铛，才会知道什么时候开直播，是在玩游戏开直播。这里有关联，你们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